这菜儿像不像样吧？哇，看看这个肉啊，是不是入嘴即化的？媳妇儿，我回来了，看看，嘎了一大块五花肉，买了点鹌鹑蛋，咱今天做五花肉炖鹌鹑蛋。嘿，做红烧肉，咱必须选一块金五花的啊。看看看看，这中间这肉，看见了吗？啥叫五花三层？就是白红白红白红，这就是好地方啊！再来这一条来，做红烧肉，咱就得时称得大点块儿。这肉质量没毛病啊！我觉得你这个刀得该磨磨吧了。我这刀才没有毛病呢！就这四条肉做五花肉，那杠杠的啊！实在荤的，切点大块，五花三层。猪肉冷水下锅，这肉焯去血沫，给它捞出来。多少放一点油啊，加点青草，咱熬个糖色，给它熬成枣红色。再来点生抽，红烧酱油。切点葱姜，加水，来勺食盐，味道不够，料包来凑，盖锅炖40分钟。这菜必须配上大米饭，投两遍。鹌鹑蛋给它洗干净点儿，入锅开火，再准备两个油菜。鹌鹑蛋煮熟，我们给它扒去外壳。这鹌鹑蛋是不是就跟人脸一样？哎，有斑点，扒完了之后贼干净。媳妇儿，你这是说你自己啊？你是不是短揍了？开始焖饭。看看啊，这红烧肉已经炖烂乎了，这小色儿还行吧？放上鹌鹑蛋煮着，盖盖儿，再卤20分钟。油菜焯一下。哎，这色儿上来了，像样。把这绿叶蔬菜，哎，放里炖2分钟，锅了。红烧肉，红烧肉炖鹌鹑蛋，出锅。来，喵喵。这是一个下饭菜，这菜儿像不像样吧？哇，
看看这个肉啊，是不是入嘴即化的？哎呀，这就是炖够味了，将近一个小时啊。这是个纯纯下饭菜啊，直接上就完了。这个不需要多余的东西，就吃这一道菜的味道。在我们这块的话，有很多砂锅店都做这个。嗯，真是入口即化，干到弹肉的程度了。这必须得来点青菜啊！看看，但是今天用的这个肉好，这是纯五瓣儿。肥瘦相间，肥瘦你一入口，哗一下就没了，一点不腻。嗯，看看这使劲一甩，这肥肉都得折。这必须得稍微来点汤，来上两个蛋，然后夸夸一拌饭，然后你就夸夸这么一拌饭啊，我就问你这饭香不香？真香。这菜减肥你就别吃了啊，明显就是馋人嘛，看看这色儿。来口白米饭啊，这可是香的，有肉咱也有菜。今天这是两碗饭。